本视频由未来车原创制作。我们都知道，宝马车的核心在于很强的运动性能和超好的操作性，外观也是成熟大气。目前，在我国也不缺乏一些百万级的豪华宝马车。想一想，驾驶这样的宝马在价值数亿的航空母舰上漂移，可能比开上一辆布加迪还要风骚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两款百万级宝马车，第一个是款型比较老的宝马 M3。这款加长型的 SUV 在国内只深受好评，因为它有着大气而不失精致的外形。在内饰方面，这款宝马 M3 也是秉承着宝马七系的风格，精致而又奢华。标准的 3.0T 双涡轮增压也是能够提供十足的马力。在三厢车型中，宝马 M3 的驱动力和敏捷性绝对是数一数二的。接下来要说的这款宝马是今年新款的七系宝马740，这款车型也是秉承了宝马经典的车型，但是却在线条处理上变得更加细致，更具炫酷感与时尚感。更值得一说的是，其内饰的装扮简直完美，真皮座椅尽显豪华。闪烁着金属光泽的中控区，科技感十足。在驱动力上，这款740也没有让人失望，完全对得起上百万元的价格。总而言之，这款百万级宝马，任何一款都是十分带感。拥有这样一辆座驾，绝对不比拥有一辆超跑布加迪差上多少，并且更是属于成功男人的标志。